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啊，一来到地下矿洞就遇到了铁矿，而且旁边还有这个魔元宝石，估计是发展魔法那方面的。然后还挖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矿石，铂矿石啊，在这个游戏里边，在这整合包里面，铂好像高于我们的铁，而且这是有任务的，咱们那个主线任务里边就有那个铂矿石的任务。这什么？还有铜矿石，而且石镐什么的都能挖，多挖点铂跟铁，铁套还有铂套，这两个是可以完成任务的。哇塞，好像走到了什么地方，这是个露天矿洞，天好像快亮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多挖点矿。不挖了不挖了，朋友们，因为天已经亮了，我们这个时间非常珍贵啊，晚上的时间挖矿是最合适的，白天咱们就不要挖了。挖到了很多的铁，回去可以做一身衣服了。然后我们白天主要是探索世界的周围，收集资源。像我家周围就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哎，废旧的地狱门，这个箱子里通常会有一些宝物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艾符文是什么？屁点我知道。哦，鬼魂符咒，干嘛用的？能力弹射物会穿过佩戴者，且不对其造成伤害，虚弱。哦，减少50%的攻击速度，哎，那也不错呀。带着这个的话，小白之类的生物就无法攻击我了，对吗？这怎么带啊？这没法带啊？难道只是放在身上的吗？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小僵尸不要打我。我来看一下，这怎么带啊？带这儿吗？难道就放在身上就可以了？还是放这儿？也不是。蓝位咒符，这是干嘛用的？咱们评论区里边有没有人懂？然后再看看其他的，穿刺6，我的天，穿刺5，好像比我的这个就差了点啊。防火，防火可以拿着，魔力再生，恶意传染，铁桶，哎，这相当于铁桶吧？金苹果，热腾腾，还完成了一个成就啊！铲子直接扔掉，然后把岩浆倒掉，换上水，这不就是水桶吗？对吧？白天要多探索地牢，腐肉可以留着，我觉得。但我这还是没动，没懂啊。这带在身上就有用吗？先不研究它了啊。这有黑曜石什么的，然后看一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建筑啊。我们要多探索，多收集资源。哎，又发现一个废旧地狱门。像这种废旧地狱门，它都是带箱子的，里边就有可能有宝贝。残破的书，右键学习知识。哦吼，可能这里面有好东西。碎石咱们拿着，范围升级。金铲子咱们也收了。哎，我这个好像有书。15%的箭弩防御和10%的爆炸抗性。哇，这是套装属性啊。那感觉这个金甲好像还不如我们这个呢。把金甲还回去，又没有等价交换，这东西留在身上就是占位置了，就没什么用了。这个拿下来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。学不了吗？好像已经学了，又好像没学，管他呢，不懂啊，不知道。看看周围还有什么建筑，这里有一个建筑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么高的塔，什么鬼啊？有一个箱子，箱子有5个铁锭、绿宝石、滑翔伞。咦，这个滑翔伞看起来不错啊，应该是可以滑行的。咱们先给自己吃上一点点面包。这么高的地方拿着滑翔伞应该能飞很远吧，试一下。哎，真的可以。左边绿色的是咱们的耐力条啊，耐力没了我们就会掉下去。那还有蓝色的东西是什么？你们看见那个地下的蓝色东西了吗？我已经发现它了，好像是羊毛。快换，然后再换再换。哎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拽很多的血。哦吼，野外的房子，哇塞，13个铁锭，2个附魔之瓶，还有1个力量1的弓，几个面包，银锭、屁点、神圣再生卷轴、木炭、木棍。这个木炭我们可以做点火把。我们这收获还是很多的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的收获还是很多的。屁点直接砸了，周围的资源非常的丰富，感觉回家以后我们需要给自己做一个箱子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一大排，专门用来盛放我们的这些东西的啊。每次探险回去肯定能收集不少的东西。哇塞，这只是一个村庄的一个小屋，这个村庄这么大，这应该是个部落，我感觉都不像是村庄。这能进去吗？连门都没有。
嗯，不会吧？我把这羊毛给打了，再把这边也打了。好吧，这是人家睡觉的地方，我把人家羊毛全拆了，我太坏了。哦吼，铁镐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别客气别客气，不要跟我客气，我就帮你直接用了。咱背包里东西有点多，面包咱们拿上，屁点暂时用不着了。我们现在女仆还没怎么用过呢。哎呦，废旧的村民不要的铁针，兄弟们，捡不起来了怎么办？东西往这里存，很多东西没有用的都存起来去。啊，这个村庄可以的，我感觉我能在这个村庄里至少拿到一组铁。哈哈哈！山地啊，咱们已经到山地了。哎，果然，他这个村庄的房子都有箱子。贤者的祝福，一把弓，三块煤炭，我们把这个煤炭做成火把。这个怎么用啊？到底大家评论区一定要记得告诉我啊！这个东西肯定很好用。这里边也有箱子，漂亮，铁锭、面包，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这属于是部落村庄。哎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拿走拿走。羊毛就不要了，我们拿了人家太多的羊毛了。这应该是他们家最大的房子了吧？哇，不愧是最大的房子。这么多东西，嗯，又一个铁针，熔炉里没有，最大的最大的，这还有一个大房子，把这个房子咱们也搜刮一下。哎呦我，发财了兄弟们，嘿嘿，铁头盔，铁头盔防御力高不高？二，这是一，但是我这有特殊加成啊，暂时应该就没了。再有就是这个房子，探索的干干净净，我们这属于是。有点明抢的感觉了，兄弟们。哇，这里多，神圣再生卷轴。我们要回家整理一下这些物品了。